那顶替麦卡洛的空缺哦。那段时间里面其实表现得还不错，且右侧外围出手没有，曾宇豪要摘抢这个进攻篮板，直接撞到了英文主播台，但球有救到，再交个简佑的罕见三分球。哇，这两天我觉得主播台其实是有点危险。今天大概四场比赛下来，已经两三次差点被撞到，对对对对对，所以没有办法像昨天面对钢铁人一样予取予求。对，李维廷拿着球就搞爆，三分球有了，铁板烧来一个，蒸蛋来一份。哇，这一波8-0啊！啊，之前是大埔铁板烧，现在是夏木尼啊。我比较喜欢红花、啊，那是有点贵。李维廷目前主打的是一号位，过去在世新大学有蛮多持球进攻的机会。李维廷手球高抛得分，个人5分进账。哇，在热身赛啊，就这么完全的掌握到自己的节奏，而且投篮命中率，而且出手的时机选择，我觉得都还蛮好的。对，金榜拿球动位寻找队友。大队角的转移，李维廷第二次外线出手，没有人能够阻止他。这个阿木啊，所以用抛投的方式，所以陈范其实他的进攻手感是好的。对，重点是他怎么样去跟队友配合，然后在场上做该做的事情。李维廷一上来就有贡献哦，得分来到双位数了，交的有些勉强，结果球被抄走了。林金榜带球做一个三线快攻，交到李维廷中距离急停跳投得分，李维廷心脏够大颗。哇，这个我觉得是毋庸置疑的，完全不需要去讨论。李维廷又命中了 field goal。哇，感觉真的是蛮稳的哦。在凤山体育馆满场的观众掌声之下，这场比赛即将要告一个段落。最后，台北富邦勇士以114-99击败了新北国王，热身赛拿下2连胜。